班牙桑蒂斯特乐团、日本东风平烟舞以及幸福转运站的身心障碍朋友一起演奏邦乔菲的歌曲，让我们体会到音乐最深层的律动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温馨。市长江聪渊表示，丢丢童南城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宜兰的指标性活动，如何让艺术深入生活、关怀社会、推展教育是今年活动的重点。今天能够看到身心障碍的学员和外国团队精彩的表演，令人感动。推动艺文城市，除了透过音乐跟国际来连结接轨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负起一些这个关怀的责任，像他们来到台湾，能够跟我们的公益团体相互来结合这些外国朋友他们也是很高兴，他们也可以做一些社会责任的一些承担，看到我们基金会的这个朋友们能够跟国际级的音乐家共同来做联合的演出，在他们的成长心路历程上一定有正面的一个帮助。高兴南城音乐季来到我们幸福转运站，那跟我们米宝小作所的孩子一起合奏，那音乐对我们米宝小作所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藉由音乐这样子的一个陶冶，又带入国际的音乐家来到现场，今天我们的孩子真的非常高兴能够让国际外交充满了欢乐跟快乐以及能见度的一个曝光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在地这个弱势团体以及所有的公益团体、音乐团体结合在一起，来擦出一些新的火花以及一些互相成长的一个机会。公所表示，这样的慈善音乐交流会在县内各角落来演出，让宜兰处处充满温暖和幸福。宜兰是真幸福。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谢谢。